地理知识小问答，惩罚场景太高能。30秒，请听题：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哪条河？尼罗河。回答正确。世界上产椰枣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？Yes， 不是错。Windows XP 的系统的桌面的蓝天白云绿草地是在哪个国家拍摄的？美国。正确。世界上盐度最高的海是什么海？那个红海。回答正确。太阳金字塔坐落在哪里？世界上最回答正确。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洋是什么洋？太平洋。下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哪个城市？东京。麦田怪圈最早。哇！我靠你！他怎么说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而且由于公羊还是一个胡答，公羊都答对了，他的一分钟挠痒痒的惩罚就累积到这边了，你就是两分钟。两分钟。巴布布，30秒。计时开始。麦田怪圈最早在哪个国家出现？埃及。中国的陆上邻国有多少个？过吧。14个。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出现在中国的哪个地方？陕西。做出了努力。泰坦尼克号沉没在哪个国家附近？不知道。过。加拿大。下届世界杯的举办地是哪个国家？巴西。俄罗斯。长江是世界第几大河？3个吧。回答正确。世界上的风车之国是哪个国家？过。荷兰。音乐城。一个。先聊时间到，是累积吗？